你曾经灿烂的笑容，消失在匆匆岁月中，不知不觉我已看不清，在哪里丢失了那颗深爱的心。谁打破以往的从容，让心像风雨中摇摆的门，他在门外默默的等，期待着与你靠。合作成功，好，合作成功，合作成功。我们这次之所以合作成功，多亏了这位韩小姐啊。那好啊，以后和柜长的合作，就由这位韩小姐全权负责了。好啊，她现在已经是我们业务部的副经理了。是吗？还希望杨厂长今后多多关照。一定一定的。好，好，杜总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告辞了。好，好。哎，韩经理，送客。好好好。哎。喂，你给我找一下韩梦。啊，什么？韩小姐的客？我不是她客户，我她丈夫。哎，哎，麻烦你啊。哎，韩小姐都孩儿他娘了，还韩小姐呢？哎，你怎么着你？都几点了还不回来吃饭？啊，好，那我等你啊。嗯，拜拜。韩大爷，您知道这全世界谁最忙吗？啊，我媳妇儿韩梦。最忙了，你饿不？先在我这儿吃口。哎呦！哎，陈老哥，嗯，韩梦姐现在可算是白领了。我知道他们公司是香港人开的。那我们公司还匈牙利开的，那能是真的吗？那，啊？你也在公司上班啊？我赶明儿我开一公司，倒是单大爷，你都到我那儿上班去。啊，好。啊，说好了。哎，王叔，喂，船长。你怎么在这儿吃饭呢？等你回来，我早饿死了。那你早回来为什么不能做？我说我买鱼和虾了，要不咱上火锅吃吧？啊，不，王叔，王叔，一会儿去。你们小两口啊，吃顿清净饭吧，赶紧去。我先过去。我先过去了啊。哎，去吧。干什么呢？哎。这位大姐，哎，咱能稳重点吗？啊，怎么了你？什么事儿？你高兴？中了奖了吧？差不多。奖金呢？奖金，把奖金快给我。你想不想我告诉你？我不想，我不想听。讨厌，我当经理了。当经理了？啊。哎呀，你怎么都当了经理？讨厌。当什么经理了？业务部的副总经理。哦。工资从400涨到500。没什么活头，我老婆挣的钱比我都多。哎，我跳楼，讨厌，我出去，我上吊。等会儿。来、啊，嗯，衣裳，嗯，哪来的？你看。
穿的好好看。哪儿来的？杜总奖励的。杜总奖励的？啊。杜总为什么要奖励你这么一套衣裳呢？啊？这次香港贸易会，我一个人拉了5家客户。那也没听说过老总给职员送衣裳的呀，他怎么能送你衣裳呢？老总一般都是比如说加薪奖金，他怎么可能送衣裳呢？那怎么了？他觉得我平时穿的太温馨了，不像职业妇女。那也不应该送衣裳，我看他是看上你了。哎，人家胡说八道些什么呀你？我觉得他是想勾引你吧。嗯，小心眼儿吧你！我小心眼儿，我小心眼儿。人家我看你是，子子，你鼠目寸光，你看不到那远处，你不知道这个事情背后。只有你这样小心眼儿才那么想的。人家公司职员每个人都穿的是套装、啊，怎么了？那你就得穿啊。那当然了，怕影响人公司形象啊。嗯，那可是我又买不了，平时我怎么买不了？你跟我说，我早就给你买了，我给你买十套。我舍不得。他怎么会知道你衣服的尺寸呢？傻了吧？回答我，别编，快，现在就回答我，看着我的眼睛，告诉我，说，我哪知道啊？说，现在就说，我不知道，就是嘛，这都是阴谋陷阱，你就根本不是你的脑袋瓜子能想得明白的。你明天赶紧把这衣服送给人家。我跟你说，怎么不跟我说了？我告诉你啊，衣服赶紧送回去，明天辞职，不干。为什么？辞职且没什么可说的。为什么呀？不能干了，再干下去我老婆没了。你真的还是假的？开玩笑的吧？我当然不是开玩笑了。哎呀，谁跟你？我干嘛要辞职啊？我干得好好的，我好不容易。什么好不容易？我跟你说，你要不辞，我去辞。我辞没那么简单，我臭的就没有看到这个事情有多么的可怕。你我好不容易享受到工作的快乐，哎呀，而且我觉得我可以做好多好多事情，你为什么要这样打击我呀？那你得承认，那也是我先发现你的，也不是他杜总先发现你的，对不对？那会儿在学校的时候，那么多漂亮姑娘都追求我，都没看上，我就把我的绣球抛给了你。你想想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我觉得你好，最棒的，最优秀的，你第一，你 number one， 你 first lady。嗯，那当然了。哎，还有件事。嗯，明天辞职。哦，市长，市长发财了。发什么财啊？发财。哎，主任在吗？好像不在。你一会儿看不就知道了。哎呀，人上回借机器给了钱了，发票在这儿没给人家呢。哎，你都有摩托车了？公司的。公司还发摩托车呢，哥那儿没人骑，他们都坐轿车，我就跟老板要过来了。哎，让我骑去，你会吗？你推呀、啊！不，你别跟人摔了，这公司的摔不了，你推着我还能摔了？哼，叫声好听的，哥，行了吧？叫爷爷。哎，撞上了啊！嗯，那是闸啊，走，来。走啊，别捏闸呀、啊！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！韩经理，最近那个那笔生意，他们都出大了。哎，梁子。哎。去把韩经理的自行车搬来。哎，行了，不用了，我自己。别，坐车。我自己走。不，还是坐车走。没事。来。厂长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还是坐宝马去吧，摩托哪有宝马好？哪儿啊？那是杜总让他司机送我，你来接我的。哎，这摩托哪儿来的？哎呀，杜总。我老公来接我来了，麻烦您让小梁把我的自行车放回去吧，好吧，谢谢啊。我上次不方便，你怎么帮我一下啊？你帮我一下啊！自个儿上。讨厌！哎，
还是坐我的车吧。不用了，谢谢。抓紧了啊。嗯。干什么？给你按按。别碰！哎呀，别碰我，听见了没有？偏碰。你烦不烦？你别碰我。怎么了？人家还收费呢，我免费。我用不着，用不着，知道吗？你谁啊？没以前好了吗？我也想像以前那样。别碰我，碰我急了啊！真急了啊！拿开，拿开，拿开！下不过你，我下什么下？那我让你呗。我用得着你让吗？那你让我。我又下不过你，我怎么让你？怎么让你？那我就想下。一边待着去。最近在家忙些什么？没忙什么，除上班就在家待着嘛。哎，在家待着。嗯，你儿子不是送走了吗？是啊，我儿子虽然送走了，但是我媳妇现在特别忙，所以这做饭啊买菜都归我干了。您这茶还真不错。啊，听说你在外面公司上班？谁说的？谁说的？我倒想在外头的公司上班，人谁要我呀？我会干什么呀？我除了会扛摄像机，我还会干什么？您说。真没有？当然没有。哎，我就除了平常给朋友帮个忙，借借台里的机器，这您都知道。没有就好。你应该知道，我们是不允许在外面兼职的。您还有事吗？没有。再见。这刺儿头。原来你们是同学。对。啊，您那会儿什么样？学生样，长头发。独辫。你怎么知道啊？
我见过。你去过我们学校啊？对不起，我骗你，是我猜的。我感觉你那会儿应该是读编。我很羡慕你老公啊，很羡慕你们这样的夫妻。其实当初在大学校园里自由恋爱的感觉，我也享受过。你太太也是你同学，可惜她不是，她是我父亲生意上搭档的一个女儿。哎，听起来很像一个老套的电影故事吧？算了，不谈这些了。哎，你是不是对吃西餐不太感兴趣？有点。咱们吃中餐去。没事啊，已经来了，不太近。过了，吃中餐去。哎，小姐。刚才不是果果在那哇啦哇啦喊的吗？啊，哎呦，行了行了，回头你再教育我吧。你快让果果跟我哇啦两句啊，快点。哎，哎，儿子，是爸爸呀，是爸爸。你听你听，你哇哩哇啦的。哎哎，果果，哎，果果好，我是爷爷。哎，等等，你快说，你快说。哎哎哎，不是爷爷了，现在是爸爸啊，爸爸。哎呦。啊！我叫沈呢，我说你回来了。刚才果果来电话了，哗啦哗啦的。刚才啊，你说你早回来一会儿多好啊，跟成长哗啦半天了。哎，好嘞。哎，成长，快跟我说说，他都跟你说什么了？你跟我说说。啊？说什么？他跟你在电话里说什么了呀？他还不会说话。那他都电话里怎么哼呀？你学给我听听行吗？我记不清楚，太多了。起名黄蜂二点，你现在跟我一块去一趟电信局行吗？都几点了，去电信？现在还早着呢，时间还来得及。你不是有摩托快吗？行吗？我求求你了。宝马更快，找宝马去。那又是哪儿来的衣裳？是托杜总帮你挑的，你看看。那行。像成长家东西啊，衣服还是衣服，拿来，我拿奖金买的，这是奖金谁发的？公司奖金谁发的？公司发奖金是不是他发的？是不是公司里每个人都发到奖金了？是不是男的也发到奖金了？你是不是拿多少奖金？我管人家干嘛呀？是不是？你可真够无聊的，你可真够轻浮的你。买家电的怎么？你干嘛呀？这是，我拿奖金买的，这是。奖金谁发的？奖金不就是他发的吗？韩梦，别找了。东西在我这儿呢。来。单大爷。
小两口吵架是常有的事儿，夫妻没有隔夜的仇，明儿个就好了。哎，别哭，别哭。我是有点想果果了，谢谢您啊。不谢。哎，子灿，你没上班，太晚了。上台，上台，上台！你看那谁？哎，我瞅着像小王他妈呀！不是吗？什么叫像？根本就是。王妈，快来！王叔，赵姨回来了。他敢回来，我就把他撵出去。王叔，你可千万别啊！他想回来就回来啊！那人是不是死了？他怎么跟他一块死去？三大爷，打个电话啊！喂，是盛唐公司吗？请给我找一下韩梦。你怎么知道是我？啊？掏不出你的火眼金睛啊！我跟你讲两件事啊。第一，赵姨回来了。对，对啊，你回来一看不就知道了吗？啊？第二，今天晚上你一定要早点。不行啊，今天特别忙。啊，今天不是圣诞节吗？公司开了个 party， 请了好多客户。哎呀，我忙得头都大了。务必，听到没有？好，就这样，再见。分的差不多了吧？都差不多了。对，你就一定记住啊，那些不是特别重要的客人呢，就送一些那些小的礼物；重要的客人送些手表啊，这些大的礼物。那人你都记清楚了吗？有点记不清楚。你拿着这单子，我再带你去认一遍，好吧？嗯，好。先生，您是参加圣诞宴会的吗？请签个到。
我们的韩经理刚来不久，但是各方面的工作非常出色。今天这个场面你都看到了，全是他一手操办的。还希望和你们的合作要大力支持，好好好，鼎力相助啊！谢谢谢谢你啊！谢谢啊，谢谢。哎，累死我了，总算完成任务了。这卖我？对不起，我们不卖。那行吧。哎，是不是太累了？没有。那就想回家了吧？不是的。别着急，一会儿我让我的司机先送你回去。小朋友，小朋友，我怎么把你给忘了？这个礼物给你。这样，把礼物给客人送去。他们都有了，就差你了。这个礼物是专门送给你的，是一个大惊喜。大惊喜！再见。搞什么名堂？你们这是？啊？这什么呀？怎么还有动静？我也刚去参加了一个 party。 是你吧？对，是我。怎么着？好，你要不想说我来说，可能我今天这么做给你丢脸了吧，也可能让你给他丢脸了。不管是谁给谁丢脸了，反正这事儿是我干的，我不后悔。我为什么要这么干呢？是因为这段时间我一直都想不通，
一直到今天我看到赵毅为止，我以为我想通了。可是今天晚上我坐在这屋子里，我越来越想不明白。一直到刚才回来的路上，我都在想，我就想你和他在一块的样子。可能你是对的，我觉得你应该跟他那样的人生活在一块儿，你应该住大房子，吃大餐，穿好的衣裳，这些东西我都没法给你。所以要是现在你跟我说，你说要跟我分开的话，我不怪你。不用走，我走。我希望带我去那儿的人是你。果果接过来吧，好吗？接过来。成长，成长。哎，你怎么说辞还真辞了呢？辞职就辞职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还威胁我？就他们什么东西？就不就是知道你在外面兼职这点事儿吗？你赌那么大气干嘛呀？回去赔个不是就完了。我给他们赔不是，他们应该给我赔不是，吓唬我。我告诉你，我吓大的。我从今天开始，我自个儿到外头挣钱了，我挣好多好多钱，我气死他们！我天天到五星级酒店，我吃西餐去。那些公司靠不住，不就哪天就倒闭了？倒闭了我就换一家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啊，不就公司吗？啊，我自个儿开一家我。来，五、六、嘿、八、七、二，回来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嘿、八。衣服挺慢的，确实啊。哎，您这一个月就这个摊位租金多少钱？八百，不到吧，700多。这样。哎呀，果果，我是谁？嗯，爸爸啊，爸爸，来来，亲一个，亲一个爸，嗯，啊，亲爱的，哎哎，你谁又给你送件衣服？好不好看？才20块钱一件。20块钱？对呀。我瞅瞅，我瞅瞅。我那半呢？啊，那半很久没有，谢谢你。这衣服，纯棉的，啊，质地还不错，款式也行哈。你倒行哈，你现在成内行了啊！我怎么就不能是内行了啊？我怎么就不能是内行呢？果果，对，妈妈说我不是内行，你同意吗？你能同意吗？我把你们俩都扔出去！
陈大爷，回来了。搁哪儿啊？啊，床铺底下，早就给你腾出来了。多谢您了，不谢。大爷，您就算是我的亲大爷了。你要真发了就行了。哎，那孩子要是问起来怎么办？知道，知道。哈哈 ，I love you, I love you。都拿起来，拿起来。慢点，慢点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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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倒土倒土。啊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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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果果果果，今天晚上啊，今天晚上爸爸睡这个床上好不好？果果睡地上好不好？啊，不好。为什么不好？为什么呀？你怎么教的儿子？你怎么教的？我跟爸爸睡吗？嗯，我跟爸爸睡吗？哎呀，我不是爸爸，爸爸是不是臭臭？你是我儿子吗？请问不是？我打你屁股，我打你屁股，我打你屁股。你说我打你？你小子这么小你就不认你这个爹了哈？啊，哎，好嘞好嘞，果果，我们睡觉去。果果。拿这个来，拿这个，嗯，好，你看讲讲啊，不许闹啊！哎呀，这小子这么小就不认我啊？你跟他不好，都是你干的吧？姓韩的，哎，哎，嗯，你啊，嗯，搁你抽里的存折呢？你看见没？嗯，你是不是没找着？我是没找着，我都翻半天了也没找着。肯定是你自个儿藏哪儿忘了，你这找不着了是吧？找了，我都翻个遍了。那会不会他？谁？小丽呀、啊？你行了，你就别疑神疑鬼的了，我告诉你。过两天啊，就过两天，那存折自个儿肯定就出来，信不信？他也没长腿，他怎么能自己出？怎么没长腿？存折也是个人，他也想出去转转，他出去转一看，外头还不如咱家好呢，他就回来了。哎呦，你相信我吧，肯定能找着。明天再说，咱们赶紧洗洗睡啊，快啊！我加班啊，我加什么班啊？你大清早不睡，你起来干嘛来了？杜总呼我，我不知道干嘛呢。礼拜天的他呼你干什么？他是，我就是不知道干嘛，我这不问呢吗？一大早把你叫来，没关系。你先生不介意吧？他也加班去了。我是怕你先生不高兴。再说公司有急事儿的，对不起了。看你这么着急的样子，我很感动，真的。说明你对公司有感情。你一大早把我呼来，就是为了要看看我对公司是不是有感情？啊，不是。昨天半夜，我接到我女儿打了一个电话，说是她妈妈跟一个男人去英国去了。她是在机场的电话厅给我打来电话的。
13岁，他跟踪他妈妈到了那里。那你要不要过去？我帮你订机票。不用，我已经买好了，一会儿就走。你安心去吧，公司的事我会尽力的。我叫你来的目的主要是想跟你说一下，多关心一下公司里的事儿。我知道你们家，我刚刚请了一个保姆，没关系。另外，不知为什么，我就是想见见你。纯棉运动服30块钱一件了啊！哎哎，多好的样式，多好的样式！纯棉运动服啊，30块钱一件啊！哎，胖人穿上瘦，瘦人穿上壮啊！哎哎哎，我这又便宜又好，我跟你说，你打灯笼没地儿找去，我这衣服，您试试，您试，30块钱一件，您试试试试，不要钱，试试不要钱。对，又便宜又好啊，胖人穿上瘦，瘦人穿上壮啊，多好哎，多好哎！您试30块钱一件啊，打灯笼难找这衣服，您试试，您试，30块钱一件，您试试试试，不要钱，试试不要钱。这阿姨，阿姨您也试试。30块钱一件，多便宜啊！这么便宜，你到哪儿去买去？我跟你说，你找你大灯笼都找不见。阿姨，您这衣服穿上跟她都不像母女，像姐俩了，年轻先生。哎，来一件，您来一件。我跟你说，穿这个特别健康，特别端庄，特别像那个白领儿。阿姨，您知道吗？那白领儿，她特别像白领儿。白领儿到这儿来买衣服啊？怎么没有？前两天就买好多件呢。不要啊！哎呦，这不识货！哎，不要就是不识货啊！大家来看一看啊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30块钱一件运动服啊，胖人穿上瘦，瘦人穿上壮，啊，来一件了啊！哦，瞅一瞅，看一看了啊！哎，30块钱一件了啊，运动衫了啊，运动衫了啊，啊，来一件，这位大姐，30块钱一件。干什么你？我这还卖东西呢。来一件，来一件啊！哎哎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30块钱一件啊，运动服了啊。这是纯棉的吧？就是。来，赶紧试吧。干嘛呢？好衣服。干嘛呢？那衣服你试试，如果小的，来换两件。来，我一件，这挺好看。你看，多好！你摸的。是纯棉，得多少钱啊？哎呀，你要是论钱，咱就见外了。你要那样的话，去吧。韩梦，这么着吧，姐，你呀，给我试件，我帮你卖。嗯，行，那您帮我试试，好吧？好嘞，你帮韩梦，谢谢了啊。哎，嫂子。两口子吵架没有隔夜的仇，他这就是故意让我出丑啊！他这就是。哎，也怨我没拦着。跟您没关系，这事。哎，找谁呀？哦，我找成长。我就是成长，你不认识我了？刘晓东，对啊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这不找着了？进来，坐，去我那儿，这不是啊？不是你去我那儿。哎，韩梦，我给你介绍，哎，这是我小学同学刘晓东，小球的，得过亚军呢，这是。这是我媳妇儿韩梦，啊，我嫂子好，还没吃呢吧？没有啊。哎，小丽，叔叔叫我弄点饭给这叔，弄点饭。我来做吧，你去把果果抱到王奶奶。行，好，嫂子，这么晚打扰了啊。哎，快去。哎哎，你这么多年你没什么变化啊？你也没变样啊？我变了，我老了，没老。果果，小丽呀，哎，我看我叫我孙子。妈咪什么时候起来？不管了啊。果果要有事儿给我打电话。走了，还不走啊？都这么天了，厚脸皮呗。动。哎，走了。再见。哎，杜总，你找我。啊，我给业务部又配了一辆新车，以后那辆桑塔纳就归你专用了，这样你和张经理工作起来都方便一些。谢谢您。哎，最近你的气色不太好啊，你得注意点身体啊。哎，没事了吧？没了。哎，谢谢。啊，这不好，这不好。哎，这儿一进门就啪，又就是一大太极。
就是一个大太极下手做一个就漂亮女的，到一进门口我就震翻了，你知道吗？回来了。哎，小丽啊，宝宝呢？宝宝在王奶家玩呢。叔叔呢？叔叔还在喝着，从中午一直喝到现在。那个千万别生气啊，叔叔会怪我的。还喝呢？我就不信赶不走他了。这是船长，你好，好，好，这样。你回来了。你说小东，你说吧。嫂子，我准备在省城开一家广告公司。邀请成长来加盟，让他担任副总兼业务总监，不知嫂子批准不批准？其实爱很简单，真的很简单，心中有人作伴，一个人也不孤单。其实爱很简单，真的很简单，一旦说了永远，就不再害怕明天。平平淡淡，真实的过了一天，缠缠绵绵，依然是昨日浪漫。虽说爱要随缘，像流水长长远远，慢慢慢慢，红尘你看淡。一样的容颜，经历了岁月云烟，可缘而无缘，梦醒曾改变，只不过日子平凡多了些烦乱，是否还觉得美满？其实爱很简单，真的很简单，心中有人作伴，一个人也不孤单。其实爱很简单，真的很简单，一旦说了永远，就不害怕明天。其实爱很简单，真的很简单，心中有人作伴，一个人也不孤单。其实爱很简单，真的很简单。